我方神婆率先吃了一刀，你们肯定以为第一个上野就是他了吧？但第一个招鬼不代表第一个倒地啊。有时候也要看再往更青睐谁啊。在救人和即将爬开电机的问题上，作为救援人员，我们肯定选前者啊。发现二队友来补这台阶，我们去救人。透过身影能看到监管没有在看队员旁边，而队友马上过半血，紧时间，我们用球赶路。Hello。那就算对方回来接着收拾，也阻碍不了我们想要救人。赶紧赶紧！看队员搏命后再次倒地，而队友们也盘到只剩下最后一台电机，我们准备二救队友。结账人一直都在这里，肯定是想在我们救人途中送出乌瑞，还想着稳妥之下撞晕监管再救人。但卡血过程中，对方也慢慢进入雾隐状态，那我们就透过建筑物找准对方位置，走你！这再赶紧救人。这个乌刃太刺激了，砍他砍他！为了防止队友再次上野就秒飞，我们再贴身护送队友离开。眼看距离拉近，而对方又抬手准备出击，那我们也不能示弱，再用那招回旋然后拉球状帮队友推一波。贼问啦，聊聊啦。在确认看队员安全后，队友直接给出大心脏，我们去开大门。我们刚把门打开，先知道点，不过很快被神婆救了下来，最后以四人全部逃出营的胜利。再见。